圣诞节之后，全球供应链受到疫情蔓延的影响，各地都特别重视，Omicron 已经逐渐蔓延，影响到海运，海港塞港，货物无法如期装卸载，供给不足现象直接冲击到市场，因此呢，可以预期原物料价格将继续的涨势。从海运界来看，全球目前呢，大约有150万货轮的船员，其中呢，只有1/4的船员已经接种过疫苗。由于轮班工作的形态，这些船员呢，必须经常辗转进出世界各大港口，接替远航回来的船员。但是因为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逐渐蔓延，各相关国家呢，现在都升高了防疫的措施，要求船员必须依照规定进行一定期间的隔离，使得货轮无法准时入港装卸货物，所以导致严重的塞港现象，在各大港口外大排长龙。那中国大陆尤其严重，碰到了这个塞港情况，因为中国大陆严格执行清零的防疫政策，加重了当地港口防疫的压力，进一步冲击全球物流与供应链，加剧了欧美港口塞港的困境，使得货柜轮准点率降低。预估从现在开始呢，到春节前这段时间呢，准点率都会低于40%。大陆呢，更在 Omicron 病毒在大陆现踪之后，要求结束轮班的船员必须要隔离7周，比原来规定的6周还要长，因此呢，造成船员短缺，排班呢也面临到问题，这使得大陆港口呢更加拥塞，也导致船舶抵达其他港口的时间延后。那根据最新全球海运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来看，从圣诞节这段时间一直到春节前的四个礼拜，全球三大航运联盟已经陆续取消了44个航次，取消率为8%，主要呢是以东亚到北美航线最为严重，达到75%。那这个显示整体的发展显示着全球货柜轮的停航跳港，恐怕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新常态。那当然，这个回过来看，货柜轮连续涨，这个货柜运费高涨的关键因素呢，整体来讲有4个。第一个呢，在人力方面，因为欧美新冠病毒 Omicron 逐渐蔓延之后，各地的码头人力还有船员呢，这些人力呢都相对的吃紧。第二个因素呢是靠港的选择。货柜的两大巨擘马士基还有地中海航运公司都已经宣布跳港计划，船舶供给将继续吃紧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新的航线将会跳过一些港口，直接把这个货运到其中一些港口，认为不会塞港的。那第三个主要是全球的航次，在春节前的4个礼拜，全球三大航运联盟已经宣布陆续取消多个航次，那这些呢，对于原来供货就已经相对吃紧的航路呢，现在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。那第四，仓位不足这个问题呢，春节供货这个高峰期间，非常不巧，正好又面临到缺船、缺柜，还有原物料，价格高涨了，现在已经是变成必然的情况，所以综合这个整个新的发展，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新的挑战。从全球的供应链整体的发展，到全球海运航线的变化，以及非寻常的塞港情况，都显示着我们在市场上都即将面临原物料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呢，这个涨价都是新常态。当然，回归到最关键的因素，就是目前在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之下，这些航运还有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变化呢，都是未来我们大家一起要去面对新的挑战。谢谢。
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